那我必须要坦诚说，我今天不小心有点睡过头才来，所以我来的时候捡到一个坑，是把就是大写数字转成就是一般的数字，感觉就是一个教科书会出现的演算法列表。对，所以我很不好意思，就是我有写这个东西，然后反正他可以把。就是转到，反正因为是贪污嘛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上限做高一点，就是到十的24次方，就大概这样子。然后把上限转高一点，就多加预算。就是是百安会转个千，然后千会转一万这样子。把它可以转换的单位设多一点。然后这个地，然后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再往上加单位的话，它就可以再往上。就是如果有人贪污到就是兆以上。就是金以上的话，那可能就可以适用吧。那这是我做的东西，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事吧？好，然后他有附那个比较，然后他有附简单的 test case， 就是底下有9527啊，就是9527万8689这样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把Terminal 打开，然后知道，然后执行它的话，它就会把那个数字印出来，就可以测试。就像你看这边有9527嘛，是 OK 的。然后95278689，然后689000002000，像这样，就有简单的测试。然后如果你打嗡嗡嗡圆，就是打不出来数字的话，它就会告诉你一点。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是下午我在打瞌睡，必须先偷偷承认。对，那这是今天的进度。光速完结，光速完结，太厉害了。